我们都知道萱萱是一个哈尔滨人嘛，然后她一个小女生就是跟着剧团，哎，京剧团来台湾啊，然后可以一个人这样子跟一个不认识的网友、陌生人，然后一起从台北成品啊什么到三义，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生，可能是因为她是北方人吧，所以有点那种比较勇敢的个性，还有那种气息，看眼神就知道。其实刘亦菲她是一个真的是小女孩啊，然后天气很热的时候就说妈妈有没有雨伞，我好热哦，妈妈有没有水这样子，可是她一上镜头演萱萱的时候就是快点啊，怎么样要不要扶你，哎，不要看下面啊，这样子就变从小女生变成一个蛮成熟的一个小女孩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怎么讲，如果跟她本人这样子，其实我对他不会有什么火花，可能就是我是大哥哥 ，OK， 我照顾你这样子。可是如果是以阿磊跟萱萱，陈柏霖啊，因为接触也不是很多嘛，跟在一起大概就拍了大概两三部戏，觉得他跟剧本人物还是有相像的地方。比如说，其实可能外表看起来比较酷，但是还是蛮憨的。你不是一开始蹲下来，你先蹲下来，那个柏霖先蹲的。你看哈，你过去，对不对？你过去，然后手给我，啊，会疼的，会疼的，会疼，会疼的，疼。哦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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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来，手给我。哦，这样子。起来，一飞机的这样，起来，手转这样。起来，你不要看下面。哦，你不要看下面。对啊。哦，看我。对你看着我，跟我走哦，你一定是要对他，你一定是你的主题是他的，所以他搞不定你走不掉了，现在，嗯，有一点对不对？他抓着你根本不放，好，你看着我，好，一步一步来，一步，看着我，哦，我走一步，你走一步，讲很多话，然后很想要耍帅这样，可是不行，就是要盯住那种。爱金的人，因为阿磊是一个很金的人，然后，对啊，也要哦，也要去，哎，你干嘛呀？怎么讲啊？就女生赛也要这样子，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蛮，哎，我遇到蛮别扭的，因为我就觉得，哦，我是酷哥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弯下腰说我不行呢？可是这就是一个大障碍，对。那刘亦菲是比较工整，比较讲究技法。所以两个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当然会有一些，就是说刘亦菲认为陈柏霖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，或者做什么。但是陈柏霖他会感觉说，就那个原来说好的那个东西，对我来讲我并没有感受到，我感受到的是另外一个。啊，所以我就根据我感受到的另外一个东西，我来回应他，反应。卷舌。就，啊，对，你看。像我的卷舌就是不卷舌嘛，可是你们的卷舌就是超卷舌那种卷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一样啊，对吧？对啊，这都要学我好不好？蛮逗的吧，就是会莫名其妙评估给你一些古怪的那种，说话说很怪，也会有一些比较怪的词突然嘣一下冒出来。聊天的不会，那干嘛？你就瞎说要吗？
什么时候需要选？瞎说几句呗。你就瞎说。聊天就聊天啊。好，聊天就聊天，对对，聊天就对了。这次呢是我第一次拍电影，然后我觉得拍电影感觉确实不太行。台词比较少，然后行为啊、眼神啊、内心的活动比较丰富一些，我觉得这样演起来比较过瘾，不会觉得特别假。然后电影的布光啊，然后镜头、镜位啊都非常讲究，导演也很喜欢讲戏。那我蛮喜欢这样的工作氛围。那我想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多拍电影。你停下好不好？那个最后的那一幕对我来讲已经脱离了写词了。我说这个我自己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啊。我说其实人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一定会摔个大跟头的。我说，所以最后我说我会加他一场戏，就是他最后是看起来好动人的这一幕，最后是他摔了一个大跟头，摔个狗吃屎。干嘛、啊？他还过来帮忙？哦，好了。他的那个跟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办法知道是真摔还是假摔。哦，因为后来又为了要剪接上多一个可能性，我就拍了一个中景。哦，我就多拍了一个中景。中景他怎么摔都摔不起，都没办法摔成那个。所以我们就用了那个原型。那他当然他是说他是按照我的要求摔，但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真摔的。好了，这样 peace out。现在已经是接近拍在台湾拍摄的尾声了，大概是26号我们离开台湾。然后现在拍的这个场面呢是李宅，算是我的正常来说的台湾最后一场戏。但是天气如果好的话，20号可能会是3月拍落花。目前为止我觉得拍摄啊都进行得很顺利，我觉得剧组里面的人都对我非常好，然后马上离开了觉得很舍不得，然后还有台湾的好天气，回到北京马上就是冰天雪地，就是零下的那种温度，是这样。然后希望到哈尔滨的拍摄也会顺利，跟台湾一样，然后希望有机会再跟你们合作。谢谢。